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八十四面，八十四面倒数第六行，第二句看起，倒数第六行。第二句，又汉译称阿弥陀佛为无量清净佛，这个五种原译本，汉朝的译本，汉朝译本，经体。无量清净平等觉经，这个题呢被下莲居汇集的时候采用的，就是现在经题后半部，佛在经上称阿弥陀佛就是无量清净佛。阿弥陀佛四个字是印度话，古印度的梵语，可以翻作无量清净佛。翻作无，弥陀翻作量，佛翻作觉。我们在这个题里面看，清净平等觉。用这一个觉呢，就把上面呢清净平等都包括在其中了，所以我们称清净平等觉，也就是阿弥陀佛的含义，这个题目里面，所以佛的名字、菩萨的名字，含义都很深，它是表法的，代表这个法门，法门就像我们现在的学校科目，你研究的是哪些项目，它是这个项目的代表，那么这个项目里头，有三个阶层，第一个是清净，第二个是平等，第三个是觉而不迷。这个地方还是在讲经体，经体里面含这么多意思，那么这三个意思代表修学三个成就，三个都算成就，就像我们现在学校的学位一样，说博士、硕士、学士，现在学校是这样分的，佛门里头有学位，最高的学位是佛陀，第二个学位是菩萨，第三个学位是阿罗汉，那么这个题里面呢，正好显示这三个题、三个学位，你学佛得清净心了。那你就是阿罗汉，第一个学位也得到了，什么叫清净心？你心里头的见思烦恼放下了，没有了，要用华严经的标准来讲呢，你对于一切世间呢不再执着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明白了，世间所有一切法不是真的，像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泡影啊，那不是真的，连自己身都不是真的，何况身外之物，你为什么不放下呢？
你不放下就错了，你的心被染污了。啊，心里头有烦恼就是染污。啊，所以清净心啊，是把这一层这个功夫做成了。啊，真正得到清净。第一个学会。啊，再向上提升呢，不但我们对一切法不再执着了，连分别的念头都没有了。啊，这个就很高了。啊，这是菩萨。啊，你就拿到第二个学会了。再向上提升，不但没有分别，连起心动念都没有，如如不动啊，那就是觉啊，觉而不迷，这是最高的学位，这是佛陀啊。所以清净是阿罗汉，平等是菩萨，觉是佛啊。佛陀教育叫什么？终极的目标就是让你得到这个，这是自信啊！啊，自信清净心里面的本来有的，人人都有啊。所以佛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，因为这是你本有的，本有的现在为什么没有的？迷了啊，迷在虚妄的境界当中。你在这个里面起了自私自利啊，生起这种念头啊，起了是非人我，起了贪嗔痴慢啊，你被染污了，染污你就叫凡夫了。你本来是佛，你现在叫凡夫啊。凡夫在佛的眼睛当中，你还是一尊佛，用佛看你的自信，不看你的习气。这中国人讲三字经上讲的人之初性本善，本善是什么？清净平等觉是本善，那不是你学来的，你本性里头本来有的啊。现在迷了本性，这个东西啊不起作用啊，不是不起作用，也起作用，起作用是扭曲了，作用扭曲了啊，这个清净变成烦恼了啊，在大乘教里变成了见思烦恼，分别呢变成了尘沙烦恼，觉呢就是无明烦恼啊，变质了啊。所以大乘教里告诉我们，烦恼即菩提，觉悟了，这三种烦恼就回圆，啊，回归本来的清净平等觉。啊，现在你迷了，变直了，啊，变成这三种烦恼，是这么个意思啊。烦恼是假的，那为什么它可变性？那它会变，清净平等觉是真。永恒不变啊！你即使是在我们现在在人道，在凡夫啊，或者是你将来堕在畜生道，堕在恶鬼道，堕在地狱道，清净平等觉有没有？它永恒不变啊！只是你越迷越深，所以这个烦恼变的时候变得越来越苦，就这么回事情啊！再苦，梦中。不是真的啊，醒过来就没事了，醒过来就是觉悟啊。前面跟诸位报告了啊，清净心现前，你醒过来了啊。这一醒过来什么？六道没有了啊，六道不是真的，假的，就像做梦一样。啊，行过来是什么世界呢？行过来是四圣法界，六道以外的，不是六道。啊，
声闻缘觉菩萨佛，这个四法界现前，这四法界还在梦中。那么六道是梦中之梦啊，那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。啊，到不起心不动念呢，那真醒过来了。啊，醒过来了，十法界没有了。啊，十法界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从哪里来的？从妄念生起来的。这个道理很深。啊，华严经讲得很透彻。啊，这个是，就像方东梅先生所说的，最高的哲学，最高的科学。啊，科学跟哲学都想解决这个问题。啊，现在这个尖端的科学，我们很佩服，跟佛法越来越接近。啊，慢慢把佛经3000年前所讲的，现在科学把它证明。啊，虽然证明，跟佛法还是隔一层。啊，这个道理佛经讲得很清楚。啊，世间这些科学家、哲学家，他用什么心？用分别心去研究啊。啊，用执着心，用分别心，执着是莫那识，分别是第六意识。啊，八识里头这两个识的功能最大。啊，他所缘的范围非常之广。啊，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意识对外能缘到虚空法界。啊，这我们一定讲宏观世界。对内呢，能够缘到阿赖耶，那是量子力学，微观世界。啊，这现在科学走这两个阶段，啊，这两极佛经上讲得清楚，比现在科学家讲得清楚啊。科学家已经圆到阿赖耶了，很厉害，我们不能不佩服。啊，他告诉我们，宇宙之间只有三样东西，除这三样东西之外，什么都没有。啊，这三样东西是什么呢？物质。能量、信息，啊，这三个东西，阿赖耶的三性相，阿赖耶的业相，就是他讲的能量，阿赖耶的转识、转向，就是他讲的信息，阿赖耶的境界相，就是他说的物质，啊，名字不同，一桩事。啊，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没有任何一起，他怎么知道那么清楚？啊，科学家发现了这三样东西，啊，了不起！这三样东西从哪里来的？他说不出来了。啊，他只能说这东西突然发生的，找不到原因的。啊。佛在经上讲有原因的。啊，这个这是科学跟哲学圆不到的了。为什么？这要用清净心才能够观察到。啊，那佛为什么他能知道呢？佛家修禅定。在一定深度的禅定里面就看到了，因为禅定可以突破空间维持，限量境界他亲眼看到的，一点都不假了。啊，你修禅定到那个程度，你也看到；啊，他修到那个程度，他也看到。啊，到什么样的程度呢？在《华严经》原教。初住菩萨就见到了，
啊，别教里面讲初地菩萨有这个功夫，也就是我们常讲的，我们六根啊，眼见色耳闻声，六根接触外面境界，到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，你就看到了，这境界就现前。啊，华严经上讲，华藏世界菩萨戒位还有41个阶级。我们再回头看看净土，西方极乐世界四徒三辈九品，跟华藏讲的意思是一样的啊，但是极乐跟世界有很不相同的地方啊，华藏一定是不起心不动念你才能证得啊，西方净土层次没那么高，只要你把烦恼扶住没断，扶住你就能生极乐世界，这个差别很大很大了啊，所以十方诸佛赞叹啊！啊，昨天我跟诸位讲过，学佛、修净土，啊，一心求生极乐世界。我们今天讲移民呢，在移民到极乐世界那个地方，环境好啊，那是宇宙之间一切诸佛刹土里面。福报最大的，没有比这个福报更大了。那你就晓得，我们要修最大的福报，无量无边的福报，怎么个修法？念阿弥陀佛就是。啊，方法就一个，我们每个人都念阿弥陀佛，每个人得的福报啊，还有差等。啊，这个差等，为什么会有这个差等呢？你用的心不一样。啊，我们是杂乱心念佛，他是清净心念佛，那我们的佛，我们有福报，我们佛不如他，他心清净，那个人用平等心念佛，他福报更大啊。还有一个人呢，是用清净平等觉的心念佛啊，那最大了，不一样啊，佛号是一样啊，他所感得的功德啊，那就在乎我们用心啊，所以经上也在劝导我们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这个太重要了，专注啊，啊，一心专注啊，念佛的时候把其他的都放下，心里不要想别的东西，就想阿弥陀佛啊，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，有佛的地方就有福报，没有佛的地方就没有福报，这一定要知道啊，没有福报的地方，我们念佛的人要把自己念佛的这个福报回向给那里，要帮助那个没有福报的地方地区啊，能帮得上吗？能。现在科学证明了，啊，我们的意念常常想着那个地方，这个意念就到达了，啊，那我们的福报、我们的智慧、我们的功德，也就是送到那边去了。啊，那边人能不能接受，我们不要去管他。啊，肯定他收到我们的信息。但是起不起作用呢？那要看他烦恼的厚薄，他烦恼太厚了，业障太重了，虽然收到了，他没有感觉啊。我们说是麻木不仁。如果他烦恼轻啊，他有智慧，他就能感觉得到
啊，那么这个在佛菩萨呢，叫佛力加持。啊，我们凡夫确实也有这种能力。啊，只要我们的心清净，只要我们真正有这个愿力，啊，我们把自己所修学的回向给他，啊，他真能得到受用。啊，所以这一桩事情在从前很难讲啊，太玄了。谁能相信呢？那只有真正老实人能相信。现在科学帮了忙，特别是量子力学，这是一个新兴科学，刚刚开始，很时髦。那我们可以能够体会得到，三五年之后，这个科学会被广泛的在社会上宣传，啊，那就是意念主宰一切，啊，这个就是跟佛在大乘经上常讲的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啊，这一门科学要是普遍推动了，我们的社会有救了。我们地球上灾难有救了啊！现在大家束手无策了，不知道怎么办了啊！量子力学证明，山河大地是有机体，跟佛经上讲的一样啊！弥勒菩萨跟我说，一弹指有32亿8000万，念念成形，那就是物质。物质怎么来的？意念累积变现出来的，啊，行界有事，啊，是什么？它有精神作用，物质跟精神永远不能分开，啊，精神里头有物，要这个物质里头有精神，精神能够收到外面的信息，啊，如果信息是善的，是清净的，是善的，山河大地什么灾难都没有。都能恢复正常啊！地球温度上升，麻烦大了。什么力量可以把它恢复正常？意念。如果我们这个世界上啊，这个世界上有1/1000的人，1000个人里头有一个人啊，念头是善良，念头是清净的，就能把灾难减轻。啊，那如果是我们这个世界能做到1/1000，啊，100个人里头99个是邪知邪见，有一个是正知正见，地球上灾难可能就没有。啊，99个造业的，哎，他想这个正念的人的福报，啊，为什么呢？我们能相信，咱们老祖宗常说，邪不胜正呐。啊，99个邪抵不得一个正，这话说的有道理啊。啊，所以我们深信不疑。啊，那人要改变自己。这个佛法修学头一个实验的，做实验的就是自己啊。啊，自己的念头善。我们现在讲心态好。啊，心态善良，没有恶念，没有烦恼，没有忧虑，啊，没有牵挂，没有压力。你这个人就得自在啊，健康长寿啊，不会衰老啊，啊，用不着任何东西来滋补，不需要用医药，啊，有病呢，有病自己会好，啊，病是什么呢？病是从不善的念头生的，
啊，佛给我们讲，贪嗔痴叫三毒，啊，这最厉害的，啊，你里面有三毒烦恼，外面就能很容易感病痛。啊，如果明白这个道理，我的病怎么来的？哦，是我细胞里头啊有了病毒了。我把念头转一转，我所有带着病毒的细胞就能够恢复正常。不是没道理。啊，现在科学家从量子力学谈到这个，这有科学证明了。啊，这个不是迷信了。啊，佛教了我们三千年，啊，我们中国历史上是记载，释迦牟尼佛灭度到今年3037年，啊，外国人讲的是2500多年，这不必去争论，这个要争论永远得不到答案，除非把释迦牟尼佛找来，啊，要不然谁知道呢？啊，所以用不着争论。啊，从前人能得佛法的利益，什么原因呢？他老实，他真心，啊，他得受用。啊，那么现在人得拿证据来，我才相信你。没有证据不相信，说你是迷信。啊，我们学佛同学要感激近代的量子科学家了。啊，他在微观世界里面呢，把佛讲的这些东西通通证明了。啊，特别证明，意念主宰一切。啊，这个科学是刚刚发明，刚刚发现。啊，我们相信3-5年之后它就会普遍了。啊，念头决定一切。啊，整个社会也是如此的。社会大家要都能相信善行。啊，中国社会为什么从前那么好？欧洲人在二战之前啊，有一批学者研究中国历史，他们很佩服中国从秦统一一直到现在都是维持大一统，这世界上找不到第二家。欧洲罗马统治1000年，亡国之后再不能统一。啊，这几千年来这个国家这么大的幅员，这么多的人口，这么复杂的族群，为什么能够长治久安？他们研究啊。啊，研究的结论大概是中国人重视家庭教育的关系。啊，我听到了，我是一点都没错。这个结论是正确的。啊，这个话是南昆士兰大学教务长告诉我的。啊，有一天校长请我吃饭，啊，他作陪告诉我这段事情。啊，没错。啊，但是还有细节。他们就说不出来。啊，中国人是怎么教的？他说不出来了。中国人家庭是什么样的家庭，他也没说的具体。啊，要知道，中国人的家是大家庭。中国人现在没家了，这很悲哀啊。中国人在抗战之前还有不多了，
啊，那我在家乡的时候，啊，乡村里面非常明显，啊，这个村叫王村，这一个村就是一家人，啊，那个村李村那也是一家人，五代同堂不分家了，啊，所以诸位看过《红楼梦》，《红楼梦》就是描写一个家庭。是个普通家庭。啊，普通家庭呢，人口大概是300人左右。啊，人丁家衰了，人丁不旺了，100人。啊，这家就很冷落了。望族700人左右。500人到700人，这望族啊，你说这家庭是个社会组织啊，这么大的家庭要没有规矩那得了吗？那不就乱掉了啊。所以中国人讲齐家治国平天下，你有能力治家，你就有能力治国啊，家一扩大就是国，它有道理的啊，所以家有家道，有家规，有家学，有家业，啊，业是事业，你经营的事业。啊，家学就是私塾，私塾就是我这一家的子弟学校，它不是对外招生的。啊，我这个家族的小孩，啊，在学校念书，学校多半用祠堂。因为祠堂除了春秋祭祀之外，那你们有活动啊，所以祠堂都变成学校了啊。我小时候念书在祠堂啊，那是念私塾啊，家学家规，现在推行的《弟子规》是家规里面的一部分，共同学习的一部分啊，每一个家还有他特别家规，为什么？他经营的行业不一样，事业不一样，啊，所以他有必须遵守的规约不相同，这是共同的，不管哪一行哪一业，啊，一定要遵守的，基本的这个规矩。啊，家不但负责养这个月幼啊，还负责养老，啊，所以。一个人活在这世间，为什么？大家都说为家。啊，为荣宗耀祖光大门楣啊。啊，他一生为家了，为家，为这个地区，我这个家庭为的，他就爱国，那个爱国从爱家来的。人要不爱家，他怎么会爱国？不可能的事情啊。啊，中国人在全世界，你看华侨那个凝聚力从哪来的？从家来的。啊，这外国人很羡慕，研究他也探讨到边缘，没深入。啊，深入他能才能起效法，他会起作用。啊，那么中国人的家教太重要了。啊，从什么时候开始教啊？母亲怀孕那天开始叫胎教，你看看多厉害啊！现在这个胎教被西方人证明了，他用什么？他用催眠。那催眠叫你回到你在母亲子宫里头那个时候啊，你有什么感觉？他说出来了。啊，母亲起心动念，他有感觉；母亲饮食，他有感觉。啊，所以胎教是大有道理啊！啊，母亲在怀孕，不能有邪念。啊，思想念头要清净，要正。
啊，不能有烦恼，不能有焦虑。你有烦恼，你有焦虑，给婴儿种下了病态的因素。啊，他都注意到这些，小孩一出生了，啊，《弟子规》是父母一定要做到的，啊，做给小孩子看，啊，婴儿看了，他一出生，眼睛张开，他会看，他耳朵就会听，他已经在学习，在模仿。啊，所以中国人叫婴孩。啊，婴孩在学习的时候，负面的东西不能让他看见，不能让他听到，不能让他接触到，他所看面都是正面的，都是善的。啊，让他看一千天，就是到三岁，从出生到三岁，一千天，这叫扎根教育。中国人教人是这么做教程的。这个根砸下去之后啊，以前这个小孩的时候养成习惯了啊。中国人讲了，少成若天性，习惯成自然。哎，这个就是什么？习性跟本性呢，距离就靠拢了，没分别了啊。谚语里头有一句话说：“三岁看八十，三岁培养成功了。”八十岁不会改变，这力量多大啊！现在我们中国这个教育丢掉了，丢掉四代到五代了啊！我们不能怪任何人啊！你为什么没学到？你父母没学到？你父母不知道？再往上去，你祖父母不知道？所以你父母没学到？再往上去的，你的曾祖父不是疏忽了，你祖父母没学好，大概要追溯到高祖父他才晓得。啊，我这个年龄生在我那个家乡，因为我那个家乡文风很盛啊，桐城派的发源地啊，所以读书风气非常盛，乡下人都念书。啊，我们还沾了一点边缘。啊，知道有这回事情。啊，亲眼看见过。啊，抗战胜利之后没有了，到中国就走了很多地方。我很留心这段事情。啊，家还有没有？有，像中国江南徽商那些家还都有。人没有。人都出去了啊！现在古籍还不少，你到哪能看到？人没有。我们跟日本人这个八年战争的最大的损失是什么？我们的家没有了啊！死多少人啊？这个损失多少财产？那个无所谓的。我们中国传统家的精神没有。这是无比的损失啊！这是我们今天的时候，这个社会遭这么大的灾难，根源在此地啊！所以这是讲的是家庭教育啊，现在没有了啊。可是中国家的这个精神教育，那个力量太大了，真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。啊，就这一点东西啊。那现在怎么恢复呢？啊，我们看不可能，没办法恢复。啊，所以我想了很久啊，常常听到人家企业家，给我很大的启示。如果真正企业能够把中国传统这个精神啊，这个家的精神啊，家的家道啊，家规家学家业，要是真能继承下来啊，我们中国这个民族啊，至少还有千年盛世出现啊。扎根教育叫什么？叫伦理，叫道德，叫因果
啊，这就是儒释道三家的根啊，我们传统文化的根啊，啊，儒家的弟子规，道教的这个太上感应篇，啊，佛家的十善业道，三个根啊，啊，在从前都说人，啊，从小没有不扎这三个根。这三个根都是父母教出来的。啊，六七岁这才上学。啊，上私塾。所以他已经这些规矩已经学得很成功了。啊，到学校老师代替了父母。啊，老师也要把这些规矩做出来给学生看，学生在服啊，在佩服你啊！啊，老师做出来，老师讲解为什么要孝顺啊？所以讲解是在六岁以后啊，六岁之前只是学，没有讲解啊。《弟子规》是六岁之前完成的，特别是三岁之前完成的。啊，这个外国人就不知道了。啊，我们跟他谈到的时候，他听了之后非常惊讶。啊，才晓得中国几千年长治久安，这里头有大道理在。不是偶然得来的。啊，中国几千年来，这个社会是把教育摆在第一位，家也是如此，家教第一位。那为什么人人都教好了，人人是好人，每个人做事情都是好事，好人做好事啊，所以社会也繁荣啊，社会也兴旺啊，人民确确实实过得是幸福美满的生活。那360行，中国人喜欢讲360行，为什么？一年360天，从这儿来的。这就讲所有的行业，啊，所有行业哪一行最好，最叫人羡慕。给诸位说，就是做官，学而优则仕，从政了。啊，为什么？这个行业地位很高，啊，他是官员，待遇不错。最难得什么呢？没有事情做。为什么没事？没有案子吗？没有人作奸犯科吗？所以做官是最轻松的，啊，最有时间的，啊，我们看到《四库全书》，《四库全书》的极部是文学，你去看看那里面，一半以上都是做官人写的，啊，他没事情干，在家里写诗、写词、写文章，啊，游山玩水。啊，一个月遇到几个案件就不得了了，就太多了。啊，你才晓得那个社会的美好。哎，就是每一个人家教把他教好了，所以社会上没有坏人，没案子办。啊，所以做官很轻松啊。做皇帝叫垂拱而治，是他也没事情啊，天下太平啊，那太平天子啊，啊，教育办成功啊。那今天我们看今天的社会，今天社会各行业里头最辛苦的人是做官的，太辛苦了，办不完的案子啊，所以在从前做官没有案子办。
现在居然是办不完，为什么？教育疏忽，人都学坏了。啊，尤其是两样东西，把全民教坏了，把整个社会教坏了。这两样是什么？一个电视，一个现在的网络。你看，每个人，你就要调查一下，一天多少时间看电视？在受教育啊！啊，电视教的什么？教他暴力、色情、杀盗淫妄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只要有这些东西存在，想社会得到安定和平，永远做不到。这个不能不知道啊！这两样东西会毁灭一个国家，会毁灭一个族群，最后毁灭世界，多厉害！啊，这个事情不是我请教到的，是我的老师方东门先生，他告诉我的。啊，早年我在台湾，那时候我很年轻，啊，大概40岁的时候，30-40岁，台湾曾经有一次提倡复兴中华文化，啊，有一天教育部有3个官员到方老师的家里向他老人家请教，正好那天我也在，我在他家里。啊，这些官员提出一个问题。啊，政府提倡复兴中国文化，应该怎样落实？啊，方老师听到这个话之后，至少有5分钟，表情非常严肃，一句话都不说。啊，5分钟最后他说了，有方法是有。啊，他们就问什么方法？他说第一个，台湾那时候3家电视台，电视台关闭。啊，台湾还有几十家无线电这个电台，啊，统统关闭，报纸停刊，杂志停刊，这3个官员吓到了，老师这做不到啊！老师就说了，这些东西天天在破坏中国传统文化，只要有这个东西在的话，你还想复兴呢？做不到啊，这话是真的，一点不假。啊，所以台湾这个社会现象一直到现在一片混乱。啊，他的警告。啊，那个时候这个官员问到的，当时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强国，啊，他们也问得好，他说罗马也有灭亡的一天呢，啊，请教老师，美国将来灭亡第一个因素是什么？老师一点考虑没有，电视。美国将来亡国第一个因素电视，啊，后头特别交代他们，台湾还没有到这个程度，
啊，台湾电视如果到美国那一种狂妄、没有限制的这些节目出现之后啊，台湾也就完了。教育啊，要晓得他们主宰的什么？主宰的教育啊，就是今天。今天教育不是国家主宰的，电视媒体主宰的。啊，所以从政的人员苦可怜啊，太辛苦了，办不完的案子。啊，现在民主自由，古时候没有。君主时代时候，言论没有自由，出版没有自由。啊，政府要保障人民的精神生活，他有这个使命。啊，所以他有标准。啊，这些文艺演出节目有标准，这个标准就是《论语》里头“思无邪”。啊，你所有节目演出来要符合这个标准，不能让这个观众看了之后有邪思邪念。他用这个标准。你看古时候就这么三个字，这三个字的标准在中国用了几千年啊！只要让人接触到了，看到听到接触到，会产生邪念，就决定禁止啊！现在学外国人这个要是民主自由开放就完了，人民要受苦啊，要受难啊。啊，我们这一生当中那真的是无比的幸运，遇到佛法。啊，遇到佛法这一生没受苦啊，这一生过得很幸福啊，很圆满啊。啊，这是方老师最初把佛教介绍给我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啊，我学到今明年六十年了。啊，我讲经教学五十二年了。啊，明年五十三参了，五十三年了。啊，真得到幸福美满。他的话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啊，佛法讲什么东西？宇宙人生的真相啊。宇宙人生真相是哲学学习终极目标，也是科学的终极目标。但是这个终极目标，现前的科学技术跟佛经比还落后很多。啊，佛的智慧从哪来的？佛说，佛的智慧是我们每个人共同都有的，一点都不稀奇。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。啊，所以佛的教学没有别的，是把你自信里头你本有的智慧德相恢复，他讲是这个。我们这个东西怎么丢掉的呢？怎么迷失的呢？他说就是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、无明烦恼，这三种烦恼障碍住。所以佛教人放下啊，放下见思就是不执着啊，无论对人对事对物没有对立的念头，你有对立就错了，没有对立的，它是和谐的啊，自信是和谐的，没有对立的啊，没有控制，没有占有，起心动念呢，为别人想，不要为自己想啊。为什么呢？自他不二啊，利益别人就真正利益自己，利益社会就真正利益你的家庭。这佛法讲的福报啊，你修福啊，啊，这个道理很深呐、啊。我们学了五十九年了，才搞清楚，才搞明白了。啊，吉凶祸福有。
自己的因，自己的果，与别人毫不相关。啊，所以今天我们都在这个地方，啊，叫你念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的好处太多了，数不尽呐。啊，头一个给你讲的好处，身心健康，啊，这是中年以上啊，真正幸福就是身体健康。啊，你钱多，地位高，你身体不健康，常常有病，这是苦啊。啊，富而不乐，贵而不乐，不如贫而乐，贱而乐，快乐嘛。人生在这个世间要快乐，快乐与富贵不相干。啊，与什么相干呢？智慧。啊，你对这个宇宙人生啊，性相离世因果都彻底了解，这都快乐。啊，我生从哪里来，我将来死了到哪里去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一点不糊涂。啊，这是一般世间人没法子的。啊，那么佛告诉我们，这真的是假的，千真万确，一点儿不假。啊，你说这门学问多好，多圆满，值得学习。再继续看下去，是又其中第十八愿曰：“我作佛时，啊，这个我是释迦牟尼佛自称，诸佛国人民有做菩萨道者，常念我净戒心，这个净戒心就是清净心。受终时。”我与不可计比丘众飞行迎之，共在前列，即还身我国，作宝为月之。这个愿了不起啊！他发的这个愿，而且呢，他的愿都兑现了啊！如果不兑现呢，他誓不成佛啊！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成佛了，说明。他四十八愿愿愿兑现了，这第十八愿，这一愿非常著名啊。他在之前行菩萨道，行菩萨道是学佛，做佛呢是成就的啊，修学圆满了，得到这个学位了。啊，佛陀的最高的学位他得到了。啊，所以佛法不是宗教。宗教里头只有神。人不能成神。不能跟神平等。啊，佛教不是的。佛教是教育。啊，佛陀是最高的一个学位。每个人都可以拿到。啊，就像学校博士学位。啊，你只要好好去修学，你肯定会拿到。啊，所以佛太多了，啊，不像上帝只有一个，真神只有一个，啊，佛到处都有，啊，佛在各行各业，佛在男女老少，啊，所以要晓得他是学位名称，菩萨也是的，阿罗汉也是的，都是学位名称。啊，诸佛国人民，这个诸佛国就是一切诸佛他教学的地区，这地区里面的人民有跟他学习的啊，这一点我们在经典上看得很清楚啊，很多同学地藏经念得很熟，你在地上地藏经会发现什么呢？发现很多宗教徒跟着佛学佛，那佛没有叫他放弃他的宗教，
你就晓得佛是教学。无论什么宗教，信仰什么宗教，都可以来修佛。来求学嘛，像现在学校一样嘛。学校学生，学生很多，信仰宗教都不一样。哎，他都上这个学校，他都上这个班级啊，跟老师学习。这个你要知道啊，你得讲清楚啊。啊，婆罗门女是婆罗门教的一个信徒。啊，婆罗门教就现在的印度教。啊，印度教的前身是婆罗门教。没有叫他改变。啊，他是佛的好学生，好弟子。他是婆罗门教里好的信徒。啊，佛没有叫他放弃宗教再学这个，那就错了。啊，第一点要懂得。啊，佛陀是教学，是教育，教什么？教你开智慧。啊，教你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。啊，教你怎知道怎样提升自己的灵性。啊，怎样改变你生活的品质。学习的东西太多太多了，比今天大学丰富多了。啊，大藏经就是佛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来教学的一些教材啊。啊，这个要知道，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没有写书。啊，这些教材是他老人家过世之后，学生们啊从记忆当中写出来，流传给后世。啊，跟孔子一样，孔老夫子当年在世界讲学，也没有讲义言，啊，也没有文字东西发给大家，都没有啊。啊，《论语》是孔子死了以后，学生把夫子的言行啊记录下来，成这本书。流传后世。啊，释迦比孔子还早一点。啊，大概跟老子同时的人。啊，所以我们对佛陀要认识。你不认识盲从。啊，人云亦云就变成迷信了。啊，佛法教学的宗旨，破迷起信。你怎么搞迷信？哪有这种道理？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，特别是在现前的社会。啊，许许多多人对佛教产生错误的见解，啊，错误的看法。我们在年轻也不例外。啊，也是受到学校老师的影响。啊，学校老师告诉我们，宗教是迷信的。啊，佛教是宗教。佛教在宗教里面是低级宗教。啊，为什么呢？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神，叫唯一真神。佛教是泛神教、多神教，啊，什么都拜，在低级宗教。我们从小被灌输这个理念，所以一生没有念头去碰宗教，啊，不接近了，不碰它了。啊，我学佛的缘分。是跟方东梅先生学哲学。
啊，他给我讲了一部《哲学概论》，啊，最后一个单元《佛经哲学》，我感到奇怪呀，这佛教是个低级宗教，他怎么会哲学？啊，方老师告诉我，你年轻不懂啊，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，你说哲学，你说哲学家。没听说过，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，也没听人讲过。啊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啊，我是在课堂里面被他转过来了。啊，我向他老人家请教，我说老师，你从哪里学来的？啊，老师告诉我，抗战期间，他在中央大学教书，他是个哲学家。啊，二十几岁就是成名的教授，人民教授。啊，有一段时期他生病，在峨眉山养病。啊，抗战期间政府设在重庆，啊，中央大学好像是在成都吧，他在这个峨眉山养病，在那个时候在山上非常清静，啊，以后我也去过两次，山上没有报纸，没有杂志，啊，什么书也没有，只有佛经，他就拿佛经消遣，每一天去看佛经，越看越有味。从此之后啊，他就离不开佛经了，就他天天看佛经。啊，真的我们讲迷了，迷在佛经里头啊，发现佛经是大学问呐、啊，发现哲学里的许多问题不能解决的，在佛经上都有，都找到答案。啊，所以他告诉我，啊，他说佛经哲学。你要真想学，不在寺庙，寺庙没有了。我说为什么？从前寺庙出家人真学，真有道德，真有学问。现在的寺庙的出家人他不学了，我就明白了。啊，他说你要学的时候，你到经典里面去学。啊，这个话实在讲非常重要。他要不讲这个话，我如果一逛寺庙看到出家人跟他去讨论向他请教，他答不出来，那我就怀疑老师这个话有问题。啊，好在他把话讲在前面，啊，你到经典去找，不要去问出家人。啊，以后我也遇到出家人。遇到张家大师，啊，我向他老人家请教，这个老人很特别，跟我有特别的缘分，啊，非常慈祥，啊，他的修行，感动了我们的年轻人。啊，我头一天跟他接触，第一句话向他请教的，我说我从方老师那里知道佛法是高等哲学，是大学问。啊，我请问大师，佛门里头有没有方法让我很快能切入？我提出这个问题，张家大师看着我，我也看着他，我们两个对看了半个多小时，一句话没说。啊，半个多小时以后啊，他才开口说了一个字：有。这一有，我们马上就震动了。
啊，他又不说了。啊，过了七八分钟之后，他才讲。他讲话讲得很慢，一个字一个字，看得破，放得下。第一次见面，大概是两个小时，讲话没有超过十句。我到了十几二十年之后，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情。啊，这是佛法里面的教学方法。啊，我们年轻人，心浮气躁啊，提出这个问题来，不回答你，看着你，让你把那个浮躁的气呀降下去，到你的心定下来了，再跟你讲。啊，这个时候跟你讲的东西，你听得进去，你听了会开悟，你会记得，你会一生不改变。从这里我们看到古大德的教学。啊，我明白之后，我也在学校教过几年书，啊，看到现在学生心浮气躁，那心浮气躁的程度是比我超过我十倍都不止啊！我那个时候老师都嫌心浮气躁都要我定下来啊，现在学生心浮气躁定不下来，啊，所以我也就不干了。啊，我学校就不去教了。啊，我倒很愿意的时候，常常给这些教授们聊聊天。啊，他们还行。啊，现在学生真的是不好教了，都被电视网络教坏了。你怎样能把他教回头啊？太难。啊，所以这些现实状况我们不能不理解。啊，所以我们今天的教学，啊，采取的方式是网际网络电视。啊，我们用网际网络应该有十五年，啊，有十五年到二十年，用这个方法，用卫星电视呢？我们到今年八年啊，这个工具好啊，啊，这也是方老师告诉我的，这是好工具，将来有缘分的要会利用啊，用这个工具来教学，一个老师能等于千万个老师啊，所以有这样的工具，国家社会有求啊。啊，关键呢是国家领导人，国家领导人真正觉悟了，啊，礼请几个好的老师，培养五六十个学生，啊，就利用电视，啊，电视可以专门开辟一个频道。传统教育啊，让这些教学的人日夜不断啊，一堂课一个小时啊，24小时不间断，全世界都能收到啊。老师不足也可以重播啊，像我们现在就是分三次重播啊，8小时8小时8小时，配合全世界不同的时区啊，他们都能看到。啊，我们现在每天播出是8个小时，啊，但是重复2次。啊，如果国家提倡，啊，全国人都学习，像中国这个社会，我想一年社会安定，灾难没有。
啊，灾难为什么没有？这是大学问，在佛经里讲得很透彻，不是一两句话讲得清楚的。啊，因为人的意念能影响花草树木，能影响山河大地。啊，这些原理、原则、事实真相，《华严经》上讲得清楚啊，讲得透彻了。啊，这是佛门第一经啊。啊，简单扼要的是这部《无量寿经》。啊，所以这是说，诸国人民有作菩萨道者，就是学佛的。学佛的人就是走菩萨道。菩萨是印度啊。啊，意思就是觉悟。我们不愿意再迷惑了，我们要走觉悟的道路。啊，觉悟是什么？对于宇宙一切事物，啊，道理明了明白。啊，我们接受佛陀的教诲。啊，依照他的方法来学习。啊，这个里头最重要的，你要想把你提升，没别的，放下烦恼，放下习气，这个太重要了。你烦恼习气不放下，那是障碍，障碍你觉悟，障碍你提升。常念我净洁心，净洁心后面讲了就是清净心啊。你常常想到阿弥陀佛心多清净，他看破了，他放下了，他的心都平等。他做了榜样给我们看啊！我们只要念佛念到心清净了，跟阿弥陀佛的心就相应了。他清净心，我也清净心，心心相应了。你想到极乐世界去，没问题了，你的愿望达到了。寿终时，我与不可计比丘众，我是阿弥陀佛啊，带着很多很多的比丘众，飞行迎之，他来迎接你啊，站在你面前啊，啊，带你到极乐世界去，即还生我国，要带你到极乐世界去。底下这一句可不得了。做阿维约支，阿维约支是印度话的梵文啊，是什么意思呢？不退转菩萨，这不是普通菩萨啊。所以这一愿你要记住，在第十八愿里头，生念必生啊，啊，这汉语。做阿惟约支菩萨啊，阿惟约支菩萨就是成佛了啊。大乘教里常讲啊，华严经上的三种烦恼啊，啊，不执着，你证得阿罗汉；不分别，你证得菩萨；不起心不动念，你成佛了。阿惟约支是不起心不动念啊。要知道我们往生是待业往生，我们没那么的高的功夫啊，甚至于连执着都没有完全放下啊，只可以说我们分别执着淡一点了，
不像从前那么过分了。啊，现在淡化了一点，就这一点功夫就能往生。往生到极乐世界呢，那就做阿弥陀佛。这是什么？阿弥陀佛智慧威德神通的价值。啊，换句话说，这他给你的不是你修的。这个很了不起啊！佛在一切经里头从来没讲过啊，只有在这个经上讲的啊。我们相信佛没有妄语，佛的话句句真实啊。阿惟越智是位不退，菩萨的地位不会退，行不退，念不退啊，所以。圆正三不退，圆满正的三不退。啊，严格的说，到什么时候才真正啊？菩萨修行，修到什么地位才真正圆满正的三不退呢？七地，地位高了。啊，但是正德呢？正德原叫初住就正德。超越十法界了，啊，这样的人生极乐世界，十宝庄严土啊，啊，不再同居，不再方便，啊，由此可知，生同居土，下下品往生也是阿惟越智菩萨，这还得了？啊，为什么十方菩萨向往极乐世界？道理就在此地，没有别的。你在别的佛国度里头，要想修到这个层次，很辛苦啊，很长的时间。啊，到极乐世界一去，这个地位就获得了。啊，所以这个法门叫。难信之法啊，那么这个下面讲的啊，这个黄老在那住出来了啊，境界心即是清净心，以及往生论中的清净句，佛名无量清净佛，佛心无量清净心，总之是一法句，即是清净句。啊，清净句就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啊，一即是一句佛号，归结到阿弥陀佛四个字。啊，阿弥陀佛就是清净智慧，阿弥陀佛就是清净句，阿弥陀佛就是无为法身。念佛的人懂得这些意思。啊，你问为什么念阿弥陀佛不知道？念阿弥陀佛什么好处也说不出来。这谁相信你？真相信你了，那个人家迷信了。也不错，他迷信了。迷信他会念，能不能得到这个利益呢？不太容易。啊，所以同学们一定要知道。啊，学佛。不听课怎么行？啊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一生教学上课啊，没教我们念经啊，那时候没有经本啊，一本都没有啊。啊，只是天天听他老人家讲啊，听明白了，听懂了，就把一切不善的念头改正过来。那叫修行啊，所以修行这两个字，修是修正，行是行为啊，行为错误了，把它修正过来叫修行。这个名词要搞清楚啊，
啊，行为有三大类，第一个是思想，第二个是言语，第三个身体造作。啊，思想就是心的行为，啊，言语口的行为，身体造作是身的行为，所以行为再多，用这三个身、口、意啊，意就是心，全包括了。啊，三种行为不正、错误了，把它修正过来，这叫修行。今天很少人懂得这个名词真正的意思啊！什么叫修行啊？啊，每天敲钟摸鱼念经拜佛，那叫修行？不是啊！啊，天天念经，天天拜佛，还是胡思乱想？你行为根本不相干嘛！那你怎么能得受用呢？啊，真正改过来了，啊，念头说自私自利是错误的，名闻利养是错误的，啊，贪念五欲六尘错误的，把这些错误的念头修正过来，啊，从哪里修呢？给诸说，要从根本修起。啊，佛家讲的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。啊，这是三个原则。啊，那今天我们看看，在家佛门弟子，十善业道没做到。啊，出家的佛门弟子，沙弥律仪没做到。没做到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他为什么没做到？他没根。啊，所以想学，学一辈子都学不下，一定要从根扎起。啊，第一个根是《弟子规》，你《弟子规》做不到，你十善业怎么会做到？不可能嘛！那沙弥律仪更做不到了，啊，所以我们要晓得，在从前都有根呐，现在没有根，现在要干还是从老的那个根干起，啊，像盖房子一样，啊，在佛法里面。弟子规是我们的基础，像盖房子打地基一样。啊，感应篇还是打地基。啊，这两重你这个基础稳固啊，你才能盖大楼啊。啊，十善业道第一层。沙弥律仪第二层。楼房二层楼，啊，再往上，比丘是第三层，菩萨是第四层，啊，所以今天一层都不能成就，没有入根道的弟子啊，啊，那古时候佛在印度，那时候人怎么会修成功？那个时候有小乘，啊，佛，啊，叫一堆小乘，小乘里面讲伦理、讲道德、讲因果，啊，所以佛在经上教给我们，《佛藏经》里面有一段话：佛子，不先学小乘，后学大乘，非佛弟子。佛这几句话很重要啊！你学佛不从基础上扎根，你开始去学大乘，佛说佛不赞同，佛不承认啊！就好像念书，你从幼儿园念起，小学、
中学、大学，你说一下就上大学，前面都不念，没人收你啊。啊，所以小乘经在中国大藏经里头非常完备。啊，斯阿含就小乘经。啊，我没学那么多，张家大师告诉我。啊，他说南传巴利文的三藏，跟我们汉文经典四阿含一比较，只比我们多50部的样子，那翻译就太完整了，总共将近3000部啊，3000部差50部，这个太就太小了。由此可知，小乘经到中国是完备的啊。所以小乘在隋唐的时候有2个宗派啊，这是学佛的基础，共同科目不能不学啊，居士宗、陈师宗啊，可这2宗唐朝末年衰了，宋朝时候就没有了，现在很多人不知道这2个宗。那于是唐朝中叶以后，我们中国人很聪明，不学小乘，那怎么办呢？用儒跟道代替。啊，儒跟道是中国的东西，啊，里面的内容不亚于小乘，比小乘讲的还圆满。所以中国出家人，啊，跟中国在家的居士，没有不念45经的，没有不念老庄的，啊，老子、庄子。他用这个做基础啊，再学佛的大乘呢，一点障碍都没有。啊，你看隋唐到现在1700多年，啊，这1700多年几个朝代里头，啊，出家在家，高僧大德，啊，在家的这些居士修成功，人数不少啊，超过汉唐啊。啊，这就是说明这个措施是正确的啊，我们可以接受的啊。所以今天我们学弟子规、学感应篇，当初有人来问我，对这个是儒的东西、道的东西，我们学佛为什么学它啊？提这些问题，对中国佛教这2000年历史透懂，他要懂他就不会问了啊，用儒用道来做基础，这不是我提出来，唐朝中岳的中叶祖师大德提出来的啊。所以儒释道三家表面上形式你看得出来，穿的衣服不一样嘛，啊，居住的环境不一样嘛，啊，除外表之外，里面内容早就融成一体了。啊，学儒的，他读佛经，啊，朱熹编的四书，编的那么好，他灵感从哪来的啊？我是非常怀疑，他从华严经上来的。啊，华严经有圆满的理论，有精细的方法，后头还带表演。啊，我们看他编的四书跟华严一样。啊，中庸理论、大学方法、论语孟子表演。啊，你看把这个理论跟方法落实在生活当中，孔子怎么落实的？论语啊，孟子怎么落实的？啊，孔子是圣人，孟子是贤人，啊，圣贤怎样把这些道理方法落实在生活，做出来给你看，不是跟华严经一样吗？
那《华严经》道理方法，善财童子把它落实了，五十三位善知识落实了，做出来给你看。啊，所以这四书越看越像《华严经》。啊，肯定，因为朱熹学过佛。啊，佛法里头有不少些高僧大德跟他往来很密切。啊，我们推想有道理啊，编出这么好的一样东西啊。啊，从这个书编出来之后，中国过去读书人没有不读四书的。啊，一般四书都能够背诵。啊，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伦敦啊，牛津大学、剑桥大学跟伦敦大学这三个学校的汉学系的学生都能够背四书。我们不能不佩服啊。啊，讲的是一口标准的北京话。啊，读中国的古文。啊，不愧为欧洲的汉语。啊，我看到了，非常欢喜，也非常赞叹。下面说，故发大乘心，持名念佛，临命终时，蒙佛戒引往生，正是本经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之宗。这话好懂啊！啊，里面的义理很深。前面说过，后面还会有几次反复。这个反复是有道理的，加深我们的印象。啊，时时刻刻提醒我们，说明。这些开始非常重要啊。发大乘心重要。啊，发大乘心就是发菩提心。啊，什么是菩提心？在这些年来，我们讲经论里面所说的菩提心啊，重新依照经义做了个整理，写了十个字，大家容易懂啊。啊，菩提心的体本体就是真诚啊，我们要学佛，希望将来成就。你要不用真诚心，你就不会有成就。别人用虚伪的心对我，那我用真诚心不吃亏了吗？对，是吃亏了。古人讲，吃亏是福。你要不要福？福是什么呢？你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。啊，你要不想做佛，还做轮回，那好。他以虚伪心对我，我也用虚伪对他，啊，那你还搞六道轮回啊？你出不了六道啊！哎，你看看，吃亏是福啊！吃亏的人能到极乐世界，不吃亏的人继续搞六道轮回。你想想看，你愿不愿意吃亏？吃亏真快乐啊！占便宜不好啊，占便宜提心吊胆。啊，神魂不安呢、啊，哎，吃亏好。啊，所以学佛要学吃亏。
不能学吃亏的人，这没有办法学佛。不能学，不能跟人对立。他跟我对立可以，我不跟他对立。他回谤我可以，我不能回谤他。他侮辱我可以，我不能侮辱他。他陷害我可以，我不可以陷害他。为什么？我是菩萨嘛，菩萨怎么可以害人呢？唯有菩萨才能到极乐世界。到极乐世界好处，第一个好处，无量寿啊。我们在这个世间寿命太短了。真的无量，不是假的无量啊。真无量寿啊。叫发大乘心，真诚心待人。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正觉心、自受用，对自己、对别人呢，慈悲心、爱心呐、对待人要慈悲呀、要学释迦牟尼佛。你看，释迦牟尼佛在因地行菩萨道，学佛的时候被割离王割戒身体，那是无比的侮辱。非常残酷，割离王把他处死。割离王，割离是印度话，翻成中国是暴虐。割离王就是我们中国人讲暴君。被他杀了。菩萨一丝毫怨恨都没有。而且还告诉割离王，我将来成佛第一个来度你。这是我们要学习的。凌迟处死这样的这个逆境你都能受得了，今天别人回报你几句，羞辱你几句，你就受不了了，你还能学佛吗？这不行啊！要能忍，能忍，人当中有快乐。没有不能忍。所以这个忍耐呀，翻作忍辱。这是当年翻译的法师，特别用这个名词，因为中国人把辱看得很重。你看古书常讲的，士可杀不可辱，这个侮辱可不能接受啊，杀头没关系，侮辱不能接受。中国人有这个毛病，所以就翻到这个忍耐呢，就翻叫忍辱，那辱都能忍，还就没有不一样不能忍了。这个忍辱是完全是用中国。对于中国人来讲的用的这个名词，它本来是忍耐。因为中国人把儒看得重，所以就翻成忍辱。学佛要放下，放下是布施，真正放得下，真正能忍，你就不难成就了。放不下，放不下是名利呀，这两样东西放不下，别人对你的伤害，对你的回报你不能忍，你怎么会成就？那你在菩提道上原地踏步，一丝毫都不能向上提升。错了。修行，修正错误的行为，不能忍辱是错误的行为，不能放下是错误的行为。所以对人一片慈悲，特别是对伤害我的人，对他格外的慈悲。
为什么？伤害我的人对我有好处，什么好处？他来考试我，看我的功夫到什么阶段，我通过了，他对我有好处啊。可是他那个心不是善心，他造业，他造业将来有恶报啊。这个人帮助我提升了，他将来会有恶报，我应该怎么处理？用自己修学的功德回向给他，希望他将来在国报现前的时候，他受的苦减轻。啊，我们有成就的时候要拉他一把，报恩啊！这是佛法了，这叫学佛啊！啊，你真干了！啊，所以佛菩萨第一个感恩的就是找麻烦的人，啊，就是处处设障碍的人，你关关通过，你才这么顺利成就。啊，所以菩萨眼中人人是好人，事事是好事啊。真的一点不假了。啊，发菩提心，有了这个心，啊，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真就慈悲，一向专念，用这个心，一个方向，西方极乐世界，专念阿弥陀佛。啊，念阿弥陀佛的愿望，就是在现在讲的移民到极乐世界了。啊，我们的移民到极乐世界。我们亲近阿弥陀佛，那是个好老师啊！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的，十方诸佛为我们介绍的，那地方是最好学佛的环境啊！我们到那里去成就啊，在这个地方成就很困难，时间很长，到那个地方也很快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是今天讲已明嘛，已明过去了，没有生死啊。又清净句表实际离体，这个实际离体就是真如本性啊，就是我们三字经上讲的人之初性本善，实际离体是本善啊，这个善不是善恶的善啊，注意一定要搞清楚，这个善是赞叹的意思，它没有一丝毫缺陷，完美圆满，它是这个意思啊，一丝毫欠缺都没有，无论讲智慧、讲德行啊、讲相好啊，无论讲什么，它都是圆满的，它都是清净平等的，它这个意思啊。从清净句出生三种庄严，三种庄严同如一清净句。那么三种庄严，前面读过。这讲极乐世界，所以极乐世界我们要认识，极乐世界不是一个国家啊，它是一个地区。那为什么？它没有政府啊，它不是像宗教里面天堂，天堂里都有天主、有天王，它有政治组织啊，它有文武百官，极乐世界没有啊，极乐世界。你看，我们看到一切经里面介绍的，我们学了这么多年，知道极乐世界人很多，只有两种人，一个是老师，一个是学生。
所以它是学区啊，这个我们都搞清楚吧？那没听说极乐世界哪个是过往，哪个是天主？没有啊，只说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是老师，除老师之外，所有全是学生。啊，学生有等级的，啊，有大学生，有中学生，有小学生，啊，但是他们并没有分班，他们在一起上课，很不可思议，啊，所以极乐世界没有组织，学生虽然多，学生很有规矩，啊，自自然然，他有条理，他都守规矩，一点都不乱，没组织。啊，那我们知道啊，啊，菩萨、阿罗汉的等级在那边都有啊，啊，没有分班，没有说这个班哪个当班长，没有。啊，这一些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表演给我们看，我们要学佛，要跟释迦牟尼佛学，这张家大师教给我。你才真正学到东西啊！释迦牟尼佛在世，这个教学的方式跟阿弥陀佛一样，学生很多。你看这个经典上给我们记载的，长随众，不离开老师的，老师到哪里跟到哪里，1255人啊，临时跟着老师的，我相信不会比这个少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僧团至少是3000人啊，这样大的一个僧团没有听说他有组织啊，分成多少班，哪个班长带哪一班，没有，完全是私塾教学啊，自自然然严的啊，程度高的带领程度低啊，程度高的是菩萨啊，菩萨众就是他们已经拿到学位了啊，在第一层的阿罗汉，阿罗汉在下面没有开悟的这些凡夫啊，这就是我们常讲待业往生去的凡圣同居土啊，凡圣同居土里头没有阿罗汉，没有学位啊，就好像是中学生、小学生啊，遇到哪一个，你看这个凡圣同居土，遇到哪一个罗汉，哪个罗汉都会教他；遇到哪个菩萨，哪个菩萨都会教他，都会帮助他啊，非常亲切，就跟兄弟姐妹一样。这样的世界啊，我们不能不知道啊。那我们要学释迦牟尼佛啊，所以佛法没有组织啊，跟其他宗教不一样，它宗教有啊，有组织，一层一层的啊，那个像这个你看这个天主教跟这个基督教啊，梵蒂冈的教皇是他们中央政府啊，每一个国家的书记主教啊，就等于他是地区的领导人啊，那从中国每个省有主教，每一个县也有主教，啊，他是有行政组织的，佛教里都没有。啊，你说有好还是没有好？没有好。啊，有什么呢？因为你心里头有分别，有执着，那个你放不下了，他没有。啊，所以你看佛教导我们把这些障碍，负面东西全部给你一扫而空，没组织啊！啊，所以我们到极乐世界学生身份呢、啊，到那个地方成佛，成佛就是毕业了。毕业之后，你就不会在极乐世界，到哪个地方有缘，到那里去教化众生。啊，毕业生出去分发到啊，这是不是分发的？是哪个地方跟你有缘？你自然到那里去了，所以众生有感，你就有缘。
到那边去教学。啊，教学一定也跟阿弥陀佛一样，也跟释迦牟尼佛一样。多么清高啊，多么自在啊。啊，你有组织你就会操心，你有分别你有执着就完了，你搞的世间法出不了六道轮回。这个道理不能不懂，你从这上看，这什么真实智慧啊，真实的成就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